麦特在钢铁之躯有点意思啊，他技能是靠能量条释放的，初始就有两格，每释放一次技能啊，消耗一格能量条，能量条会随时间恢复。他的技能是没有冷却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连续放两次一技能或者是二技能。在板边的时候啊，拖动摇杆点击普攻就可以上墙，二技能则是直接可以上墙，这个机制有点像忍战相邻啊。在墙上的时候啊，点击普攻则可以回到地面，彩蛋两个技能都可以在板边上释放，而且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如果在墙上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动作，也会自动落地。他的普攻朴实无华，这个扫腿应该有扫地效果，最后这一下子应该有抓取效果。凯的一技能有点像疾风里的大招啊，跳到空中连续的抽腿啊，看起来后摇非常大，但是不用担心啊，在空中的时候任意时间点击普攻可以取消后摇，同时凯落地翻滚，这简直和飞人小李的技能啊一模一样。二技能跟踢腿啊相比原皮感觉冲劲更大，踢得更远了。上墙之后，他的两个技能形态都会产生变化。这里在黄条持续时间可以点击任意两个技能啊进行追击，在墙上释放二技能，还会继续释放一个冲拳之后啊翻滚落地。而如果在墙上释放一技能的话，凯则会在释放冲拳之后把对手啊扔到地面，再从空中跳下飞踹。凯的大招是先释放精门震飞周围的目标，紧接着跳拳释放招孔雀。这一点和原皮虽然一样，但是表现效果要好太多了。最后还有一个大的咒虎收尾，有点帅啊。